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关心你我家园，欢迎收看11月16号星期五的大台中新闻。后里区全年水稻种植面积大约有1000多公顷，其中公馆与泰安两里就占了600多公顷。但过去每逢收割期间，因为时间短，稻谷的数量又集中，远远超过了农会干燥中心所能够收购的数量，农民朋友只能够被迫舍近求远，运到别处堆放，相当不方便。为此，市府与中央也决定编列了1500多万元，辅导农会打造湿谷集运设施，预计明年6月就可以完工，保障农民收益。拜。众人手持清香虔诚祝祷，祈求工程一切顺利。为了解决后里地区常年来的稻谷收购问题，在市府与中央合作之下，编列1500多万元辅导当地农会打造湿谷集运设施，预计明年6月就能完工。这个建设对农民来讲很重要，因为在稻米收成的时候抢时间，那如果能够有这个湿谷的一个处理厂，我想对农民对农会都可以呢，确保这些农产品的品质，也能够赶得上市场。地方表示，后里区全年水稻种植面积大约有1000多公顷，其中公馆与泰安两里就占了600多公顷。每到收割期间，因为稻谷的数量庞大又集中，远远超过于农会干燥中心所能收购数量，不得已只好舍近求远，运到别处堆放，相当不方便。而如今即将改善，也获得不少农友肯定。来去拢爱点外钟啦，倒转来才好搁挂。你咱即马即个新集会场若好个时，都来去都免20分嘞。要送到吼，要送到咱即个所集中场嘞，有一段距离啦吼，所以非常个不方便吼。所以即摆呢，伫咱即个所在呢，伫咱即个所在，我当说真嘞，咱泰安公馆嘞，咱个农民嘞，非常的感激。市府也表示，未来湿谷集运设施完工后，一天将可处理300多公吨的稻谷，不仅提升收购量，也能确保稻米品质，保障农民收益。记者陈博翰，台中报道。